name is Jiggy. Jiggy, Jiggy, Jiggy. My name is Cha-Cha. Clap, clap, cha-cha-cha. Jiggy, Jiggy, Jiggy. Clap, clap, cha-cha-cha. Jiggy, Jiggy, Jiggy. Clap, clap, cha-cha-cha. My name is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My name is Jiggy. Huh? 爸，妈妈在欺负我，怎么个事儿啊？他跟我抢蛋仔。为什么？这是你给我买的。嗯、This all or nothing really got away, it's driving me crazy.I need somebody to heal, somebody to know, somebody to have, and somebody to hold.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numbed all the pain.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and you're not here. It's close.我丢下来呀、啊！你这样扔下去会很危险的，而且水果也会砸坏。不会的呀，我们试试看。啊，都摔烂了！啊，真烂了，这咋整？哦，等我，圣仪，圣仪。弟弟，拿着冰淇淋干什么？如果我把水果放冰淇淋里，落下的时候减少冲击，这样水果就不会摔坏了。在那乐啥呢？水果已经坏了，我弟弟，给我冰淇淋，给我吃冰淇淋。快凉了，这个你不许吃。哇，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啊！你写完作业，我就给你吃。我写完了，作业写完了，给你吃吧。给我站住！啊，作业都写完了，还是没有好吃的，我好难过。姐姐，好吃的都给你啊！谢谢。你这鱼是哪来的？弟弟给我的。这些都是垃圾食品，不能吃，我就先收起来了。挑战用萝卜套砖挠小五小心，挑战开始。五四三二一，挑战成功，奖励萝卜。家人们，这个特效好有意思啊！家人们，谁懂啊？这两个小孩放学就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可能是吧。哎、姐姐，你太过分了！我别狡辩。姐姐，你干嘛？是你作业。妈妈，你买这么多零食干嘛？这是给武林买的。你干嘛？都是我的。那是我买给武林的，你全拿走了。撕烂我的作业不说，还抢我零食！臭姐姐！我没有。我们以后再也不想理你了。我真没有。这些都是恶魔武童做的，没错，就是我。这次考试你们有很大的进步啊，值得表扬。就是啊，没什么事，我们回去写作业了。等一下，又怎么了？喏，爸，你不是扔了吗？是扔了，但是我又找回来了。不是妈妈不让你玩，但是你玩和学习要分开一下，一定要规划好时间，不要耽误学习。从小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放假回来，你要安排好自己的作业时间，这样剩下的时间你就都可以玩了。嗯，不能每次回来你们就顾着玩，睡觉了才知道赶作业。知道了。那给你们，那以后你们是先玩还是先学习啊？先学习。那以后你们该怎么做啊？我以后回来先写作业。我一定把作业写完了才玩。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耽误学习了。说话要算数哦。嗯。赶紧去写作业，读书。哎，小五，我们这样把玩具扔了，合适吗？怎么不合适？以后他们就把心思放学习上。
收了玩具有那么重要吗？那玩具拿了有什么用啊？你看这些孩子这两天心不在焉的。过两天就好了，睡觉。小五，你说孩子最近怎么了？什么怎么了？肯定是你把他们玩具扔了，不开心呗。这怎么能怪我啊？玩具不是你要我扔的吗？对呀、啊，所以孩子们怪你喽。哎呀，这都啥事啊？听说你们这次又考试了？这次考试你们考了多少分？我考了78分。我考了82分。我考了95分。我们去写作业了。五桐、5750，你们快过来。怎么了？妈！妈！哦！I'm afraid of all I am. I'm like a dragon falling. Silence ringing inside my heart. Please carry me home. I've spent all of the love I saved. Memories are losing. Oh no! Ah!